阿弥陀佛，大家吉祥！啊，我们啊继续学习啊，老法师啊，就一条龙啊，对我们的开示。啊。啊，当然这个过程呢。 我们首先能体会到，啊，老人家，啊，对自己祖宗传下来的文化的信心，啊，啊，包含还有一份责任心，啊，要把它传承下去，啊，还有对众生的慈悲心。 知道这个是宝啊，决定能解决这个世间所有的问题啊，所以老法师写了十个教学为先啊。我们昨天谈到的安身立命，教学为先。那我们自己安身立命了没？ 哦，那这个很重要了啊！好像是《尚书》里面有提到先“先觉觉后觉、啊”，那我们从事教育工作，啊、传道授业解惑啊,啊，我们人生的疑惑啊，都去掉了。 都在深入经藏当中啊，找到答案了啊！那我们先觉了啊，才能去启发学生的慧根呢。所以，我们早一天有智慧了。 就能更好的啊互念跟我们有缘的学生啊，甚至于是有缘的众生啊，所以老师的动力在哪？在慈悲为本呢。那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啊，我们都得因材施教啊。 所以叫方便为门呢、啊，那慈悲跟方便呢，是一不是二啊？这个因材施教的善巧方便，都来自于我们这颗本有的慈悲心啊，本有的啊成就学生的心。 啊，所以儒家有说，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。我们遇到任何教学的挑战、困难，我们百折不挠，啊，而且越挫越勇。啊，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啊，那就有方便不穷之妙用了。 都会在教学的现场，教学当下的境界，会有灵感出现的啊！因为这一颗心呢，跟佛菩萨的同体大悲是相应的哦。那佛菩萨会加持我们古圣先贤呢，甚至也。 学生的祖先呢、啊，在冥冥当中啊，在护佑我们的教学啊，这个陈德非常相信啊。老法师曾经说啊，我们的祖先是最爱护后代子孙的。 好，不知道大家在听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一句？哎，真是爱护，真有责任呢、啊。从哪里看出来？从祖先发明汉字，发明文言文，让这个文明的智慧可以传承五千年，其他的民族没有。 智慧跟慈悲啊，不恶啊。他为什么考虑这么深远？他为子孙着想啊。你看，像范仲淹先生啊，他在门前呢、啊、种了两棵松树啊。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这都有表法的。 松柏后凋于岁寒呢？啊，他自己祈许啊，啊，清英大庇、啊，其余千年呢、啊？他希望自己所做的能够庇印到千年之后的子孙。 心生种种法生呢？他有这样的心境，他果然啊，对自己后代子孙呢，影响了千年之久。我想不止啊！啊，我曾经遇过范公的后代啊，就不说别的啊，在台湾遇到的啊，有一位副市长。呵呵 哦，我一看也是读书人了，啊，当时都好多年前了，啊是我们桃园的副市长，啊，我们这次参与课程，啊，也有老师啊，是范公的后代，啊，所以我所遇的，啊，不管在哪里遇到范公的后代。 他们连职业都是有选择的，啊，这个行业一定是对社会、对人民正向影响的行业，而且都比较有意义的行业。所以这个都有家道的传承，在里面。所以承德。 借有所遇到的事情，哎，真的看到，哎，范公的后代，孔子的后代，哎，他们的祖先都在表法，啊，包含我们假如有机会去找到族谱啊，看看自己祖先曾经做过的事情啊。 啊，对老和尚这句话的体会啊，就更深了。哎，我们曾经啊，都遇过啊。哎，曾子的后代，那宗盛啊，曾子的后代啊，哎，他的母亲呢、啊，怀上这个孩子了。 但是已经不是第一胎了，啊，前面有几个孩子了，这个母亲啊起了个念头啊，啊，想把孩子拿掉了，结果起这个念头啊，当天晚上睡觉啊，就看到真实的祖先呢、啊。 在空中啊，看着他、啊，呃，不敢拿了。你说这祖先真的，随时啊，在护佑着。啊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都有听过。啊，比方说啊，把这个孩子，哎，过继给谁？ 哎，yeah, 就后来祖宗不同意啊！<laughs> 哦，这个都不是说随随便便我想咋干就咋干的啊！他到这这个家庭来投胎，他都有他的因缘的。我们要了解呀、啊，祖宗跟我们是分不开的，没有祖宗就没有我们了。 所以这个孝字，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呢、啊。这个孝不只是父母啊，在往上延伸，啊，那所有直系的祖宗啊，跟我们息息相关呢、啊。啊，其中一个祖先不存在了，后面都没有了。 啊，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。所以，我们后代跟祖先关系密切啊，甚至于我们现在可以闻到圣教，都有祖宗的庇应在其中而我们祖我们子孙也会影响祖宗哦，啊，一人得道，九祖升天了、啊。 所以，我们能感受啊，啊，祖先很爱后代子孙，每一个学生的祖先也是一样，啊，我们尽心尽力教他的后代，他们铁定感恩戴德来护持的。所以老法师这些话，我们都不能划过去呀、啊。 啊，老法师每一句话，我们真相信了，真放在心上了，我们就很有力量了。啊、哦，就像老法师有一句话啊，对陈德啊启发帮助很大啊，就是佛菩萨安排啊，自己不操心呢、啊。 那当然，这前面是说要学释迦牟尼佛啊，是张家大师啊教给老和尚的，老和尚再传给我们的。那我们要了解前提啊，啊，要学释迦牟尼佛可能诸位老师听到这里啊，那还要出家吗？啊？ 所以我们听话呢，依义不依语啊。要依那个义理，不要着在语言文字相上。因为佛法就是学不着相啊。我们容易听什么啊？听这一句话就死在这一句话了。 啊，一文解义啊，三世佛喊冤枉了啊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、哦？比方说听老和尚讲经啊，听了一段话，哇，开始担忧了，开始起烦恼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？ 听了哪一段，产生担忧了？铁定理理解不对了。<laughs> 善知识的法语啊，都是要安我们的心的啊，帮助我们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。假如听了老和尚这段话，自己开始紧张了，那铁定是理解错了。啊，比方说举个例子。 啊，我们祖师留了一句话：“下错一个字转语，堕五百世也呼声。啊，我们听了以后说：“那那我老师别干了吧？”啊、哦，那不是听听出恐惧来了吧？啊，首先这一句啊是提醒我们了，不能断人会命啊，不能把人家的。 知见给误导了，知见误导了，可能他一辈子都偏掉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首先是教学责任很大，哦，不能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啊。啊，这孔子都给我们示范了、啊。 素而不作，性而好古。啊、哦，都素而不做了，那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我们有这个态度了，有什么好担心？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态度了，那就是傲慢做主了。哦，所以老法师他说最佩服孔老夫子的两句话。 师父都有用意了，因为这两句话刚好对峙我们现在人最严重的习气。老和尚讲过了，贪心的核心是情执啊，嗔慧的。 核心是傲慢啊，愚痴的核心是怀疑啊，而不作，刚好对峙傲慢；性而好古啊，对峙怀疑啊，其实我们只要产生烦恼了，一一愚痴就迷惑了。 疑惑就会上来了，啊，所以比方说，我们一听下错一个字，转语多五百次也无生的。啊，害怕了，我看别教书了吧，你看疑心起来了吧，对自己没信心了，开始害怕了，所以烦恼一定跟信心不够，信心有动了有关系了。 所以问题呀、啊、都不太复杂，就是个心念而已，啊，我们别把事情搞得太复杂，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解决问题啊，从根本解决，从心上看到问题所在。 而我们看这个公案，他下错一个字，转也是向上是一个字，心上是什么？心上是他不照佛陀教的讲了呢？那叫狂妄啊！佛陀啊、哦，这这个公案啊、哦，简单讲一下，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啊，可能有人不知道。 啊，所以我们讲学的人，啊，假如可能有人不知道了，啊，也得要稍微带一下，啊，不然这个人就云里雾里了，啊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班上会有转学生来了，是吧？哦，他可能你前面讲的他没有听到了，啊，哎，那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听过？他的眼睛会告诉我们。 啊，我们一说，哎，我我我之前给你们讲过啊，他的眼睛就会变变这样了，啊啊，甚至于什么，他真的听过，但他忘了啊，他眼睛啊还还是会表达出来，哦，啊，这个时候你看到啊，你已经讲过了，孩子的眼睛还是这个样子，啊，你不能生气啊啊，听说科学家调查。 同一件事要讲二十一遍啊，才不会忘记啊！啊、哦哦，这个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啊，还没有二十一遍啊！哦，所以这个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啊，还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每个孩子的程度不一样嘛。啊啊、哦哦，昨天也跟大家聊到了，哎。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、啊，啊，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是学生，其他的境界都是老师。好、啊，可能这个健忘的学生呢，就是来考我要有耐性的、啊。<laughs> 哦，所以可能我们很没有耐性的那个孩子，我们要提起来，他可能是极乐世界来的，啊，来成就我这一条教师之路的。 哎，没有这些敬业考验，我们的能力锻炼不出来啊！啊，德行要有考验啊,啊，学问也要有考验啊，能力也要有这些境界激发出来啊！哦，哦，那这个是百丈禅师啊，啊，曾经啊在讲经的时候、啊、遇到一位。 这个狐仙呢，啊，狐狸啊，但是他已经修成人形了，啊、哦，然后来问他，啊，大修行人，落不落因果？啊，啊，百丈禅师已经看出来他的背景了，这是你明天在大众面前、啊、问我这个问题，好、哦，他原来啊。 他以前也是修行人，啊，在给大众讲经的时候啊，人家也是问他落不落因果，他说不落因果，就讲错了。我们冷静想一想，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释家族被灭族啊。 他老人家头痛了三天了、啊，啊，因为他在前世，啊，他们四家族啊，把一池的鱼啊，全部都把它捞完了，就赶尽杀绝啊，都不留啊，所以这这一群鱼群呢、啊，憎恨心很大，结果在时空转变之后。 在后世，啊，这一群鱼就变成一个国家的国王跟军队了，就要来灭世家族了。那佛没有吃这些鱼啊，啊，他好像有那时候还小啊，啊，有敲了那个鱼的头啊，啊，所以这一世他也痛三天的头。 然后他去阻止啊，好几次都被他拦下来，人家不敢伤害他，但是不可能一直阻止得了啊！哦，所以菩萨为因呢、啊，众生为果啊。假如真的种下去了，那后面果报是一定要受的了。 那还有佛，还曾经有几个月的马麦之报啊，就没东西吃了、啊，只能吃饲养马的饲料，这都是受报啊，因为前世曾经在有一尊佛注世的时候啊，人家要去亲近这一尊佛。 当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又批评了，啊，说啊，他们只配吃马卖，你看一句话出去了，他自己成佛的时候也要受这个报啊，怎么可能不落因果呢？所以这个狐仙隔天又来，对大众问了这个问题，啊，那百丈大师就回答：不落啊、呃，不昧因果。 啊，因果不昧的，每一个人都得受的。啊，佛在经教当中讲，啊，所有的事啊，不离因果两个字。啊，因果教育啊，一定要教给学生，太重要了，可以算是第一重要。 大瓦斯曾经说过：“学了伦理道德啊，耻于作恶。他明白做人的道理啊，他有羞耻心呢。啊，他耻于作恶啊，不愿意作恶。但是因果教育呢？” 让他起敬畏心呢、啊，不敢作恶啊。比方说，百善孝为先啊，我们在讲孝的当中啊，也把因果、啊、融进去啊，就像老人家特别在。 二零一六年清明节在香港的法会上讲了这个主题：因果教育，挽救人心。啊，那开始非常的精彩啊！哎，里面提到穆建连尊者。 他前世有一次也迷惑了，啊，他的父母都是双眼失明，结果他的太太啊挑唆他，害父母，他也迷糊了，然后就把父母啊背着，然后半途啊假装有强盗来了，然后就拿着棍子打他的父母、啊。 结果就在那一刻、啊，他的父母大声喊了、啊：“孩子啊，你们不用管我了，赶快走啊，赶快走啊！”啊他被父母的慈心呢、啊，啊慈爱啊感动了，良心发现了，跪下来了。可是，毕竟他还是打了父母了，还是起了。 这些加害的心呢、啊，所以他那一世啊就短命了，啊，结果就堕到地狱受报了，啊，地狱恶鬼出生了。啊，就老法师慈悲啊，他就就这个公案给我们说了，啊，一坛子三十二亿百千年。 那就等于是，啊，一弹指有三百二十兆个念头，啊，假如我们用快的可以弹五次，啊，那就是一千八百兆，啊啊，一千八百亿个念头，一秒钟啊。 那它整个过程啊，我们算它半个小时好了。好，那三十分钟还要再乘以六十，因为一分钟六十秒啊。哇，那一千八再乘以一千八百亿，这些念头都是要害父母的念头，那这些念头。 的承受果报啊，哦，所以他受报的时间非常惨啊，长啊。最后三恶道受报完了，出来当人呢、啊，还有五百世啊，都是死于被人家加害、打到骨头碎掉而死。 而木建连尊者那一次已经震阿罗汉了，但是他还是被打到骨头碎掉。可是毕竟他正过了，他就不会再轮回了。但是他还得受这个报。哦，这个故事还要讲给孩子听啊！啊，我们看《太上感应篇汇编》。 里面，啊，陈德看，光讲两个字啊，差不多讲了快五分之一啊，就是忠跟孝，可见这两个字分量之重要啊！啊，所以《格言联璧》啊，这本书。 红一大师特别推崇，而且可能怕我们现在人时间不够啊，还从里面挑精华，编成格言别录。大师慈悲啊，可能体会到了我们未来的人都不是从大家庭里面锻炼出来的，所以可能人情世理都不懂。 因为我们人情世理都不懂啊，我们到团体里面去啊，什么时候讲错话不知道，什么时候做错事，搞不清楚，而且还肯学才行啊，还有人肯带你啊。哦，连老法师，他都说，啊，他跟着李炳南老师。 好多事情不知道啊，跟的过程才搞清楚啊。所以，我们祖先留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话：“活到老，学到老啊！”啊，学到老啊，还学不了啊！啊，现在有一个词叫做“终身学习、啊”呀。 真是世事洞明，皆学问，啊，人情练达，即文章啊！其实这些格言呢、啊，都是我们祖先们啊，那那已经不是一个祖先，两个祖先了，绝对包含我们。 所有姓氏祖先的智慧留下来的格言，句句啊都很有智慧啊！啊，我我不举别的啊，就举啊其中一句。这一句也是我们佛门特别强调的，就是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 看什么事，都是重实质，不是重表面的东西。啊、哦，这句法语说到了：“竭忠尽孝，谓之人。哦、这句话告诉我们：有忠有孝，还不是有而有，要竭呀，尽力啊，尽忠啊。 竭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到忠孝，这样是人。啊，所以昨天我们学习到老法师说了，我们的学生呢，这一次呢得人生啊，到人道来啦，这个话我们要体会啊。佛在经上啊。 希望让我们理解人生难得啊，有好几个比喻啊，其中一个比喻，须弥山顶啊，须弥山有多高啊？比喜马拉雅山还高啊！啊，一条针线下来，底下刚好有个针孔，歘进去了。这个几率不好算啊，啊，不知道哪一位老师以前是学统计的啊，学几率的可以算一算啊、哦。 啊，包括还有盲龟啊，啊，几百年才出来吸一口气就下去了，啊，茫茫大海上有一块浮木，这个浮木里面刚好有一个孔，飘啊，这个浮木飘啊，这个盲龟游啊游，突然有有一次啊，它的头伸出来了，刚好进那个洞里面，这是几率啊。 所以这一句话重要啊！竭忠尽孝啊，他才能保住人生啊，不然下辈子他当不了人了，三徒去了。所以为什么当老师功德大，成就人的慧命啊，影响他生生世世啊，不止影响他，影响他的后代呀、啊。 你看，成就范仲淹的老师，他一定有老师啊。那受益的人有多少？他的子孙们都因为他的老师受益啊。所以，我们从这里就知道，那为什么孔老夫子他的后代都已经传了两千多年了，还这么有福报？因为夫子是至圣先师啊，他修的功德太大了。 这个功德现在还在积累，因为全世界现在不只是华人在学他的教诲，外国人也在学了，这都是他老人家的功德啊。所以，为什么了那个印光祖师要推这三本书？那是印祖的智慧哦。 他知道末法的众生呢、啊，因果教育要排第一位了。你教他伦理道德啊，得花个三年五年以上啊。可是你把因果教育的故事一讲，他马上敬畏心就上来了。啊、哦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啊、哦，我们有一位同仁，啊，他把《太上感应篇》孝道的故事。 啊，这个人不孝，会天打雷劈呀、啊！讲了这个故事，这都有记载啊，哪一个地区呀、啊，都很清楚啊。在《德育古建里面也有，《太上感应篇汇编》应该也有。啊，一对兄弟，结果这个弟弟呀、啊，比较得宠。 呃，妈妈把比较多钱呢给这个弟弟，可是这个弟弟呢，跟他太太啊还计较啊，然后说这个兄弟两个人轮流照顾妈妈啊，那这个妈妈就这边住十天，这边住十天，结果哥哥经济比较不好啊，啊，结果还没十天呢，实在没办法了。 母亲啊，你到弟弟那里，啊，我以后再补给你吧。说实在的，不应该让自己的父母啊，还得这样跑来跑去啊。除非是父母自己愿意啊。不然说实在的，像我父亲那一辈，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啊。 长长子，都承担起来了。啊，真的，父母，啊，刚好有什么情况用到钱了，都是自己付掉的。啊，自己弟弟妹妹后来知道了，哥，大哥啊，不可以这样啊，我们也得尽点心啊。啊、哦，不会去跟自己的弟弟妹妹，哎，你们都得出点钱呢。 这话讲不出来啊！财务清怨何生呢？所以陈德就感觉，我父亲那一辈的，那他们整个成长背景所熏陶的传统文化，那比我们这一代又多很多了。哦，结果。 母亲没办法了，自己大儿子实在没有这个能力了，然后就到小儿子家，结果小儿子跟他的太太不开门了。哦，然后因为已经煮好饭了，那饭香味出来了，他母亲说：“不然就这一段这一餐吃完我就走。”还是不给，这个太太啊。 马上跑去呢，拿棉被啊，把这个饭盖起来了，连闻都不让他闻了，啊，这母亲很伤心啊，走回去了，啊，没有多久啊，这个，这个闪电大作啊，这个雷就打下来了，啊，他夫妻啊就死在房间里面了，啊、邻居过来啊。 那个饭还热腾腾的，在那里，这太狠心了，现报啊！那这个同仁就把古代这个事情啊讲出来了，结果当下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听到了，吓得要命了、啊，老师赶紧过去关心他：“你怎么了？” 他说：“老师啊，我亲眼看到我的同学被雷劈死了。然后他说，因为我那个同学很不孝啊，我为什么那么害怕？因为我也很不孝啊。所以这个例子一听啊，他那敬畏心起来了。” 哦，当然，这个时候进一步要告诉他，啊，你纵有弥天之罪啊。只要肯忏悔，上天都会原谅你的。啊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说的“千年暗室、啊，一灯才照，千年之暗俱除”啊，其实这个也是格言联璧里面的，格言别录里面的。 纵使是弥天之罪啊，当不得一个悔字啊！纵使有盖世的功劳啊，当不得一个骄字啊！好、啊哦，当不得一个慢字啊、哎！你一骄傲了，那你功功劳再大，都折损掉了，甚至于啊。 功劳太高了，恃宠而骄啊，最后会大祸临头啊！所以从这些格言，我们也体会了老祖宗真爱护我们了。他们人生走过的路，体会的宝贵智慧，都在经典里面。 哦，而这一句啊，“竭忠尽孝”为之人。下一句，“治国经邦”为之学啊。诸位，教育界的同道啊，我们给孩子学什么啊？学的只是考试啊，那变成考试机器了。 我记得读初中的时候，好像背过《青年十二首、啊》则啊，不知道诸位老师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哈？啊、<laughs> 哎，这十二句啊，可不简单，可不简单，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浓缩呢。啊，不能因为。 当时候是因为要考试被逼的啊，对他产生一种反感，呵呵这都是宝啊哈。其中有一句，学问为济世之本我们怎么服务大众、利益社会？我们要真实的学问呢，好、哦，真的能帮助别人修身。 齐家治国，好，我也跟我们同汉学院的同学分享到这一句啊。我说希望大家好好学每一科啊，啊，那每一科都得交论文报告啊，结果你写出这一篇论文啊，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来看。 哦，那你这篇论文呢，太有价值了，啊，比方说你写写一份啊，孝道啊，在这个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，<laughs> 你把它开显的，让看的人觉得太有道理了，那你这一篇论文就可以利益很多地区了，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呢？ 你只怕有心人了、啊。哦，那就差很多了、哦。写一篇论文是应付应付，还是为了利益大众而写？啊，一个是造业，一个是功德无量、啊。应付就是不是真诚心了，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。啊、哦，况且我们办学，十方大众供养啊。 我们这么不用心哦，那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了、啊。这个要认真对待治国经邦未之学。其实说实在的啊，我们整个一条龙，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、硕士、博士。 通通是教他啊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。那圣贤就是《大学》之道啊，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。他从小这么积累上来，那一般的人没他这种因缘的了。而真正学通了、啊。 他可以帮每个人解决身心问题，可以帮每个人解决家庭问题。那企业里面出现瓶颈，一问他，他可以找出问题根源在哪。所以很多家长啊，很多父母在担心，他们出去啊，假如没有工作怎么办呢、啊？ 啊，我曾经遇过好几次人家提问啊，有一次在马来西亚，有一次是在加拿大多伦多人，他们提出来啊，我直接告诉他们，你的孩子只要从小学啊学，然后到英国汉学院读书，最后找不到工作，包在我身上。啊，嗯。 说实在的，他这些能力有了，每一个企业团体都需要他，而且他越活越有价值啊，因为他这些学问越用，他体会的越深，体会的越广，他越有阅历呀、啊。啊、哦，所以老法师都表演给我们看了、啊，他人生这么有智慧，要经过这么多的。 锻炼，他，人家一问他问题，侃侃而谈，啊，娓娓道来，啊、哦，所以，我们对未来的担心啊，还是来自于信心不够，对老祖宗这个宝啊，信心不够，啊、哦，所以治国经邦谓之学。 我们要给孩子教这个，安为定，变谓之才。什么叫才华？啊，今天我们教初中、高中的时候，啊，哎，那也不一定了。有的孩子你把他开发的早了，啊，像司马光先生，啊，他很小的时候。 小朋友一起玩了、啊，啊，有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面去了，其他的小孩哇都吓跑了，你看他那么冷静啊，他赶快拿石头把那水缸敲破，把那孩子救出来了，你看他淡不淡定啊，沉不沉稳啊，啊，哎、欸，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过、哦。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第一个，我们自己遇事心要定下来，不能慌张啊！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的学生什么时候学到淡定啊、安定啊、不慌张啊、铁定啊，从我们身上可以学到啊。我们带孩子。 待一年，待两年，会遇到突发状况啊！哎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老师为他演说的时候了。哦，所以一个司马光先生的故事，哎，我们自己首先要效法啊、哦，再来也希望我们的学生临危不乱。 好，那昨天是提到说，啊，不能有宗教啊的这个宣传。啊，说实在的啊，这个世事无爱呀。啊，啊，比方说，啊，昨天提到说，那不能宣传宗教思想啊，其实是说啊，你不能让觉得你，不能让别人觉得。 你在宣传某一种宗教啦，好，但是你假如觉得啊，你遇到很危急的时候，心很乱，怎么办呢？哦，你假如是基督教、天主教了啊，你就上帝呀，上帝呀，好，啊，你说、啊啊哦啊、圣母玛利亚，圣母玛利亚，好、哦，哎，你你假如是信,信佛的啊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。 你看，你也没有在宣扬哪一个宗教啊？好，所以是，我们呢善巧方便的啊，去引导啊，不要让人家产生不认可就好了。好，毕竟啊。 现在工业比较重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啊，都会有危急的情况出现。所以为什么《无量寿经》里面佛要特别讲这一句啊？众生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无不得解脱、啊。 因为我们这个世间，五恶五痛五烧，酒后转剧啊！啊，这个时候他明白，啊，他懂得念观音菩萨，啊，观音菩萨愿力宏深一定来帮助他的。啊，只要他有宗教信仰，他那个一诚心啊，都会有感动的。所以说实在的。 什么时候教孩子在危难当中怎么应对？甚至于小孩也要教他怎么面对生死啊！他的生活会遇到亲戚朋友离开他了，哎，有时候那个不化解啊，一直是他的心结呢。所以教书不能只有知识的进度啊，一直在赶进度啊。 没有了解到孩子从眼神当中透出他心里的状态，可能有人因为面对生死，他整个人调试不过来了可能有什么事情障碍他的情绪了，这老师都可以感觉到的、啊。我自己在初中的时候就遇到。 我最尊敬的啊大姨丈去世了，我几天睡不着觉啊，因为他是我见过所有脾气啊，所有男人里面脾气最好的。我爸爸已经很好了，比我爸爸还好，对我非常疼爱啊。啊，躺下去一想到这么好的人怎么死了？ 想不通，这后来怎么办？后来自己呀、啊，说服自己呀，啊，可能他去更好的地方了、啊，才睡得着觉啊。哎，后来接触到老和尚了，老和尚说，他的父亲啊，四十五岁右。 啊，他好像还有同组的长辈也是这个年龄走的，他自己命中也是四十五。我突然就联想到，我那大姨丈啊，他的哥哥也是差不多这个年龄走的。车祸、啊，当场，我大姨丈就走了。他哥哥在一方，人人称的好人呢、啊，也是短命走了。 所以，家有共业呀、啊，社会也有共业呀、啊，这个我们都得要了解呀、啊。很多孩子必须先懂的观念，先懂的方法，得赶紧教啊！这个都是当其可之未时啊，机会。 教育点了，好，那我们先教他孝道，教他因果，让他不敢作恶。这静于未发之未预啊，预防法，啊，所以安为定变，啊，当有突发状况出来。 我们跟孩子们说：“大家都不要慌，都不要慌啊！啊、哦，我们先定下心啊！现在先考虑什么、哎？在这些机会点，就在带着孩子处理危机，处理临时状况、啊、他就从老师身上学到安为定变的能力了、啊哦。所以这一句。” 格言联璧啊，很有味道啊！啊，万物一体、啊，谓之人呢。啊，这种人心啊，啊，轻轻而人名，人名而爱物啊。哦，好。哦，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啊。 善知识的法语、啊、都是安我们的心的，不会说我们听了之后会紧张啊、哦，会担忧啊，那是领会错了。好，所以下一次，只要任何情况啊，我们听老法师讲经，你听出担忧出来啊，你一定啊要提出来啊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，<laughs> 不然会形成障碍哦。好，所以刚刚跟大家举这个例子。 啊，下错一个字，转语多五百次也呼声。从相上看，只是一个字错了；从心上看呢，不照佛陀讲的去说了，那狂妄了。<laughs> 所以，我们看孔老夫子一讲话啊，比方说《孝经》，啊啊，孝，德之本也。 教之所由生也，你看那一段最后是什么？呃，无念而主嘛，欲修觉德啊。他是以这一句话总结的。引的都是五经啊，啊，第二《天子章》第二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。后面辅行云：一人有庆。 照明赖之啊！第三章诸侯章啊，在上不骄，高而不伟，自节景度，满而不溢。最后怎么收尾的？诗云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他每诠释一段，最后都是用五经呢来结尾的。他老人家也数而,而不作啊。 我们观察老和尚，他开解一段道理，所以呀、啊，《华严经》告诉我们，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呐、啊。哦，我们教书要因材施教，就像《楞严经》告诉我们的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我们都要观察出来呀。 所以其实要犯下做五百世野狐身也不容易的啦 <laughs>。哦，因为他太狂妄了，不照佛讲的啦。啊，所以我们有这种素而不做的态度，那不可能造那样的业的。哦。哦所以都要一一眼把那个义理搞清楚。 啊，不着在语言文字上。啊，那刚刚提到，啊，啊，自己很受益的，聊上一句法语，啊，就是张家大师教给他老人家：“你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你一生呢，佛菩萨照顾，自己不操心。” 那释迦牟尼佛他出家了，那是相。为摩诘居士啊，怕我们着相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：“发菩提心是名真出家。”哦。所以这这一句话的主要的义理。 是学释迦牟尼佛，不为自己想了，都为学生想，都为众生想。这个每个人都做得到，没有人做不到，肯不肯做而已了。啊,啊，做了，吃不吃亏，一点都不吃亏。 越做越欢喜，为什么？因为烦恼都是从我来的啊！我们都为别人呢，这烦恼没有地方生根呢。因为我贪、我吃、我慢、我疑，都是因为有我。哎，我们现在转个念头了，都为别人想。 那没有我了，就没有这些情绪了。首先自己受益哦，再来呢，越来越有福报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所以一点都不吃亏啊！吃亏是福啊！老祖宗讲的很有道理啊。肯吃亏的人，心量就扩大了。 好，我们昨天说的主功德是福田呢、啊，福田靠心耕呢、啊。好，那只要我们肯为学生、为众生呢、啊，这一生不要操心了，佛菩萨安排。啊啊，诸位老师，从当下就不要操心了。 我我观察过啊，老和尚每一次讲到这里啊，讲到那一句“佛菩萨安排，自己不高兴哦，不操心啊”，老和尚都是露出笑脸来。啊、哦，我在那里猜想啊、哦，我想老和尚应该是二十六岁那时候就受持这句话了，他就深信不疑了，他在那个当下就不操心了。 所以善知识的一句法语啊，受用无穷啊！我们去看老人家走过的路在台湾弘法三十多年了、啊，最后呢，没地方住啊！你看一般的人遇到什么感受啊？晴天霹雳啊！ 但老人家的信念，佛菩萨安排的。哎，只有我自己是学生了、啊、佛菩萨安排的。看我们弟子们愤愤不平啊！你看他老人家给大众顶礼呀、啊，啊，韩馆长才走没多久啊，四十九天以后再说吧。 这是我们的学处啊！这在场的人都是他老人家的弟子哎，可是他老人家给大家行顶礼啊，没有骂大家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没有指责呢，体恤到大家心的不平啊，人之常情啊！啊，用这样的。 方式让大家平息这个怒气，好吧？四十九天以后再说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新加坡的人就出现了。老和尚考试过关了。老和尚都在人生我们一般的人觉得根本就会昏过去的境界，老和尚快速提升了。 这会不会修差很多？老和尚当时候写了一段话：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呀、啊，这、就是他自己领悟出来的。哦”啊，感谢绊倒我的人呢，因为他强化了我的能力啊；甚至感谢遗弃我的人，因为他教导我应该自立啊。 啊，感谢斥责我的人，因为他增长了我的定慧啊！啊，他来骂我，看我定不定得住啊！我立誓练心啊！其实老和尚这段法，我们当下受持了，我们就生活在幸福当中了，都是感恩心啊，怎么会不幸福？ 啊，所以啊，跟大家啊提到啊,啊，我们自己要先解惑啊，我们才能去解孩子的惑啊。我们自己要幸福，才能把幸福传给学生呢、啊。啊，我们能够安身立命，我们才能帮学生安身立命。 那老和尚讲：“创业齐家，教学为先。”那我们自己也要齐我们的家，我们才能把齐家的智慧传给学生呢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啊！曾子曾经。 讲了一段话，啊，他说孔子有三个德行啊，啊，我还没有好好学好啊，啊，他提到孔子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啊，啊，就是夫子啊。 不放人家的过错、缺点，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很重要啊。假如我们心里面啊对哪一个学生有成见，首先障碍我们自己的真诚，再来呢，孩子很敏感的，他也会感觉到彼此的缘分呢就会往不好发展。 那我们想一想，孩子调皮，孩子犯错，这老师不放心上。他有优点，他有好的行为出现，我们还赞叹他，肯定他。那孩子也有他的感受啊，也有他的良心啊。哎呦，我犯那么多错，老师都包容我。 我才这么一点点好，老师就这么鼓励我，那他在你面前呢、啊，他就有一股正能量了、啊。那我不能辜负老师的欣赏啊！哦哦，所以圣人的心境啊，是我们的学处啊！啊，见人一善，忘其百非。啊，第二，见，所以。 夫子很容易亲近啊，所以，我们当老师啊，也要让孩子很欢喜亲近我们啊，这个也要学孔子，极致也温呢。啊，一接近孔夫子，他觉得很温暖啊，很温和啊，所以《论语》每一句话跟我们当老师有关系哦。 啊，他是我们的开山鼻祖啊！啊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啊,啊，见人有善，若己有之。这夫子不争呢、啊，夫子没有嫉妒心。啊，别人的优点呢、啊，他很欢喜，很赞叹。别人的好事啊，他去成人之美。 这个我们老师也要展现给孩子看啊！老师常常赞叹其他的同事啊，见道人善即是善，人知之,之欲失眠。啊。承德的观察，父母跟老师给予孩子的无形的影响。 是无处不在的，随时都在影响啊啊！比方说，我跟大家讲到这里了啊，我脑海里浮现什么？啊，浮现我念初中的时候，好像是初中一年级还是二年级，我有一个理化老师啊。 她是女老师，哎、欸，她教理化呢。可是我记得她的影像，就是她给我们讲了一句话。她说：“人不可以有傲气，可是不能没有骨气。”她讲这些话不多，因为毕竟呢、啊，我们当时候。 他考高中啊，也很紧张啊。但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那种正浩然正气啊，是传递给出来了，而我们有接收到啊。你看，终身都不会忘记他那个表情，那个动作。所以父母、老师什么时候在影响孩子啊？ 啊，anytime，anywhere，啊，uh, anytime, anywhere, uh, 随时随地啊，啊、uh, uh,，讲到这里，我有一点担心了啊，uh, 因为我明年三月要考英文了啊，啊、uh, uh,，要考雅思考试啊。看、uh，担心就是妄想，马上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啊、uh,，佛菩萨安排，佛菩萨加持，自己不要担心哦。Uh, 啊，我也是很容易紧张的人，幸好是学佛了，啊 <laughs>，得要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是万德红明。任何烦恼只要肯念佛，就会解决，啊，真的，你念佛了还没解决，可以找我。 但是前提是真念啊、哦，你不能念两句就来找我啊！啊，你真念了、啊，真念到心静下来了，真的，佛菩萨一加持，你就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了。啊，这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啊！啊，刚学佛前几年，也会遇到教学上啊。 啊，人际上的一些情况，啊，在那里思维有点想不通，怎么做？啊，算了，先不想了，啊，听听经吧，啊，一听老和尚讲，差不多十五分钟，啊，想通了，或者哎，念念佛吧，啊，常常，啊，找了几位同修一起共修啊，啊，念佛，啊、念念念。 念个十几分钟，哎，想通了、啊，好、啊，屡试不爽啊！所以这个佛号啊，万德洪明啊，啊，万法总持啊，能灭重罪啊！ 念佛，这、啊、弘明正张自性啊，啊，深深唤醒自己呀、啊，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啊。啊这个注解《阿弥陀经》啊，最精辟的呢，偶遇大师要解呀、啊。啊，印光祖师赞叹：，纵使古佛再来。 啊，为《阿弥陀经》下注解，不可能超过其上。哦，那我一大师的要解跟佛平等平等呢？那里面就有讲到了阿弥陀啊，啊，用我们华语的意思啊，阿是无啊，弥陀是量、啊。 那诸位老师、啊，无量怎么翻呢、啊？它就是无量嘛。<laughs> 那无量，你给它翻一个东西，那不就把它 <laughs> 会限在那里了吗？限制在那里了吗？本不可翻了、啊。但佛有圆满的智慧，他还是翻了。哦，所以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说啊。 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啊？啊！比佛受命及其人名无量无边，阿身其解，故名阿弥陀啊！啊！比佛受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啊！啊！在一切无量当中。 佛用了两个来形容，一个是无量光，一个是无量寿。啊，那我们再继续顺着偶一大师的教导啊，啊，光则横遍十方。你看那个无量光啊，所有的空间都在无量光中了、啊。 横遍是方，受呢？无量寿啊，数穷三季所有的时间都在里面了。所以横竖交错，所有无量的时间跟空间，就是法界体呀、啊，就是整个宇宙了。 举此体为弥陀名号啊！所以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那整个宇宙万法都在里面了。再来，佛法有一个词啊，叫法身啊，一切法都是我的身。这个人见到自信了。 啊，自性法身呢、啊，是同样的意思，不同的词而已啊。啊，一切法都是我的身，我们就入了同体大悲了，啊，入了法身了，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就是念我们的自性啊，就是念我们本觉的理性啊。 所以，真的没有其他妄念来念这一句佛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而这一句佛号，是阿弥陀佛在果地成佛所成就的佛果万德洪明。啊，结果他让我们拿到。 我们凡夫的因地上来修，所以一般的法门是从修因得果。啊，好像前面有跟大家提过哈，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说，你一般的法门呢，比方说你要吃馒头，啊，你要先选麦子种，啊，还要种麦子，啊，那几个月的过程。 你还要浇水，你还要施肥，啊，最后你要割麦，你要磨麦子，然后要揉馒头，然后要吹，最后吃馒头。啊，其他法门是修因得果啊，这个法门呢，直接吃馒头，啊，从果起修，即修即果。 所以这个法门是佛陀所讲一切法门当中第一啊！老法师说我们中了佛门第一特奖了啊啊！所以只要肯念呢，就摄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成为自己的功德了。所以为什么？ 盈科法师，他念三天，他自己还是破戒的出家人，他念了三天阿弥陀佛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三天之后往生极乐世界了。一个破戒的出家人，罪也很重嘞，可是为什么他往生做佛了？而那个极乐世界？ 也是他的自心变现的哎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极乐世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变现的，可是我们是透过念这一句佛，我们自性的智慧福德慢慢透出来我们的业消掉了，所以弘明正章自性啊。 净土方显唯心呢，啊，这《净修结要》第十一拜啊，所以我们以后啊，打招这个见到面，啊、哦哦，不要问啊，你讲爸呗啊，吃饱没有啊？好、哦，我们要问说，你馒头吃了没有啊？啊、哦，就是佛念了没有？ 是当老师，什么事最重要？念佛最重要，<laughs> 因为我们的老实念佛啊，啊，我们的智慧就会透出来啊，德行就会透出来、啊，才能把书教好啊。哦，那不止啊，我们嘴上要念佛，心上要念佛啊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。 都要用佛心，用真心啊！这个念字啊，真心呢、啊，心上真有佛啊！我们随时不离、啊、真诚、亲近，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啊！那生活是念佛，工作是念佛，应酬是念佛，处事待人接物。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啊！这一段话是老法师在《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》说的啊。这样的善知识啊，不容易遇到啊！啊，我曾经跟不少同修啊，这是第一次见面啊，我也是跟他们共勉了啊。我们遇到老和尚啊，代表我们这一生。 成佛的机缘到了，啊，不能错过，啊，好，那这个十个教学为先，啊，昨天呢，这个墨宝也有发给大家了，啊，所以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那团体也是一样啊。 礼义之邦，教学为先啊！我们整个班级啊，哎，都是礼义的风气，也是要靠教教学的。啊！稳定和谐啊，教学为先，一个班级是这样啊。 一个家也是这样哦，家庭也要有共事可是，假如这个家不重视圣教的学习，那这个思想观念要相同不容易哦。啊，所以古人为什么是门当户对啊？大家可不能解错了哇，都是要这个。 money 要多一点才叫门当户对，不能误会了啊、哦！啊，比方说这个是读书人，这一家是商人，他整个思维模式不大一样啊！啊那假如结合在一起了，哇，有时候沟通起来鸡同鸭讲啊。 啊、哦，那而且還每天还要在一起沟、啊、通不了，嘛，大眼瞪小眼。<laughs> 哦，哦，所以，我们黄念祖老居士很慈悲啊，啊、哦，他曾经啊，面对要去日本留学的这些年轻人，啊、哦，他给他们讲，你们将来要面对的，啊、哦，事业、学业。 啊，我们讲佛法不能讲的，跟他们都脱节开来了，他不会爱要的、啊。你跟他讲，哎、欸，你们要面对学业哦。嗯，他说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哦，你们还要面对事业嗯，我我常常在想。啊、哦，再来你们还要走入婚姻的话，啊、哦，那你们都要懂得哪一些重点哦。啊、哦，而且你们不能忽略修行哦。 修身为本，一个人修行不重视啊，他学业不可能太好。为什么？他身心不够安定。啊，身心不安定啊，要写篇论文啊，写到这个半夜睡不着觉。他身心安定，哎，一写啊，灵感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了。 修身为本，啊、哦，事业修身为本啊，所以不能忽略的修行啊，家庭修身为本啊，身修而后家齐呀、啊，啊，这个黄老还说，啊，哎，你们要找对象啊，首先呢，他他要是个明明理的人。 啊，所以俗话讲啊，哎，宁宁可跟明白人吵架，不肯跟糊涂人说话，哦，沟通不了、哦，很累的。好、哦，哎，再来啊，要诚实啊啊、哦，不能欺骗啊，再来要善良啊，这三点呢、啊。 啊，第四啊，要正派，不能乱搞男女关系。好、哦，然后这个黄老讲到这里啊，哎，有这四点呢、啊，应该就不错了哈、哦。你也不要太苛刻了啊，不然很难找呵呵、哦。这个我曾经听老法师。 好像在二零零零年左右哈，啊，在面对清华大学的学生呢，啊，老人家有一场演讲哦，后来学生提问了。啊，有一个学生就提问了，啊，说老法师啊，假如每一个人都出家了，那我们人类就没有后代了。 哦，这个学生也是忧国忧民啊！哦 <laughs>，他就提出这个问题啊，老和尚就笑着跟他说：“你别担心，这样的人不会太多。<laughs> ”哦，而印光祖师啊，啊，我印象也很深啊。哎，印光祖师讲啊,啊，他劝这个女女居士啊，女性修行的。 而、呃、你假如不是下定决心啊，啊出家了或者终身不嫁了，最好早点嫁你拖到了四十岁了要嫁了，不是很很好找对象了、啊？哦哦，我觉得这个我们应主很慈悲啊，连这个事他他都在关心了哈。 然后、哦，甚至于印度还教女人怎么生产太慈悲了啊、哦！好、哦、呀，赶快念观世音菩萨！啊、哦，那个时候我说你不要不要担心哦，要大声念出来哦，不要觉得说不不尊重菩萨，菩萨不会跟你计较的。呵那个时候要念大声啊，这个啊，这。 哎，自己已经那个那么痛了，你还还念小声呢、啊？这个啊，对自己的身心的状况不好，考虑的极细腻啊啊、哦！所以，我们看这个印祖啊、黄老啊，哎，在应机说法都考虑的特别细腻，他们都是好老师啊！哎，拉回来。 啊，我们在给孩子啊引导啊他的人生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也设身处地，他成长过程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境，啊，那我们就把这些祖师的这种。 教学的心境，我们在自己的教学上的路途上，我们就用出来了。啊、哦，所以学啊，不能只是背东西而已，啊，老老和尚是怎么用心的？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教诲当中体会到他的心，进而去效法。啊、哦，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的。 夫子的心境，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，啊啊，是夫子之啊易亲也，很容易亲近了。啊，见人有善若己有之，夫子之不争也，好不嫉妒人，随喜人，啊，成人之美。 还有第三句啊，啊见善啊，闻善必躬亲行之，然后导之，是夫子之能劳也、哎。夫子他的态度，他听到一个好的教诲啊。 躬亲就是亲自自己去落实了，觉得这一句话太受用了，然后他去教给学生。哦，那变成他都是身教去带动学生。啊，他不是听一个道理就颁给别人，他自己先落实，啊，自己有体悟了。 再去带动学生所以我们去观察啊，有些人讲课照本宣科，哎，老和尚讲课娓娓道来，而且啊，都是他自己落实之后的心得。 我们都可以从老人家的法语当中去体会他自己修学的用功啊！比方说，老和尚说：“放下控制的念头，放下占有的念头，放下对立的念头。”这句法语是背来的吗？这是在自己心地当中下功夫啊，领悟出来的。 你看老法老法师说：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那是未来的句子吗？都是自己随顺老师、随顺佛菩萨教诲之后自己领悟出来的，历事练心啊，练出来的。广修供养啊，这都是真才实学啊。” 那每一句我们肯受持呢，对我们修学莫大的利益啊！所以老和尚的法语是宝啊！啊，你看老人家在新加坡也遇到境界，老人家留了两句话：处逆境，随恶缘。 无惩悔，业障尽消。啊，随顺境，处善缘，无贪痴，福慧全现。这是他的心得嘞。其实这这两句法语啊，就可以我让我们用所有的境界了。我们所有的境界。 这句话都包括了：处逆境随恶缘呢？啊，随顺境处善缘，没有超过这这个情况的了。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所以师父这一句法是总持法门哦。好，好，所以夫子这个态度。 啊，闻善必躬亲行之，然后导之，这样学生才服啊！啊，假如我们今天、哦、跟学生说，你要好好学习哦，一秒钟都不能空过。哦。然后学生说，老师啊，啊你是怎么一秒钟不空过的？啊、哦、啊，被问住了。 啊，<laughs> 我我们自己得要这么去用功了，呃，我们再告诉他，不然他假如一问我嘛，我们就傻了。啊 <laughs>、哦，你问的很好，嗯 <laughs>、哦，哦，所以这个老祖宗啊教的呢，都是人情事理，很有道理啊。 大学里面告诉我们：“君子有诸己啊，而后求诸人啊，啊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这个就是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我们教学的人，我们要自己落实啊，才好去教他。啊，哎，有诸己，哎，我有这个优点了、啊，啊，我有落实了。 好求诸人，哎，人家很容易接受。哎，无诸己，我没有这些缺点，而后非诸人，哎，我在劝他改，他很服气啊。可是，假如我脾气不好，我叫他别发脾气，他铁定心里就抵触了。哦，所以夫子这个。 自己要躬亲行之、啊，然后导之、啊，这也是人情事理啊！哦哦，所以我们看到这十个教学为先呢、啊，那我们也得自己先做啊。这个“教”字啊，左边是两个叉，下面一个小孩，这就是身教为先了、啊。 但是我们也可能变成一种惯性，哎，一听到教学，就是只是印象就是讲，先入为主，不容易转变哦。所以曾经陈德在海口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企业还蛮有规模的，啊，他找我去跟他们交流管理。 然后一开始啊，我就请教他们了啊，因为来的都是主管嘛我说今天大家一起来讨论啊管理啊，那你们一听到“管理”两个字啊，首先你们觉得管谁呀？啊，因为他们也没有学过传统文化嘛，那当然是管员工啦。 这就是他们的认知。其实《论语》里面告诉我们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啊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啊。”当领导、当老师、当父母的人，你自己有身教了啊，你没有用法令去要求百姓啊，他可能就效法你。 就像汉文常药，啊，亲友急药先尝，昼夜是不离床。你说百姓们听到了，那还用要求啊？被他感动了，哦。所以这个先入为主啊，我们还得要把它去掉啊。 啊，我们学习也有一种先入为主、知识性的学习。哎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哦。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哦。哎，温故为什么能知新？因为我们有去落实啊。 这个行呢，就帮助我们解得更深呢、啊。所以明明同样的经本，哎，我们一读，有新的领悟了。啊，所以张家大师教给老法师啊，解行要相应啊，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啊，啊，解帮助我们去行，行了又帮助我们解得更深。啊，解得更深又行得更彻底。 所以，解行相应了，整个心境啊，就不断往上提升了。啊，德行会提升，智慧会提升。啊，好。啊，所以稳定和谐，教学为先，国风民安，教学为先。 可能我们一看到国风民安啊，那都是这些官员的事啊。哦，说实在的，现在当官好不好当啊？啊，我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提起要求，我们得提起树道啊，设身处地啊。啊，老法师曾经讲讲究的时候说，他去。 拜访陆克文先生，啊，当时候是澳洲总理啊，啊，然后这个陆克文先生呢、啊，手上端着一杯啊咖啡啊，然后说每天得喝好几杯，提振精神了、啊。那可以想象他一天要处理的事务有多少啊？ 所以当官现在很辛苦的，说实在的，啊，现在当老师啊也很辛苦了，好，所以大家能抽出这么多时间来，啊，听陈德啰嗦几句啊，阿弥陀佛，也是很难为大家哈，啊，那我们呢也得体恤每一位老师的辛苦啊，为什么？ 老师责任重大、啊，一个班上又又不少学生呢、啊，再加上他还有家庭的责任呢、啊，啊、哦，而我们都能体恤别人呢、啊，这个团体的无形的气氛呢、啊，就互相设身处地了。哇，这种气氛干起事来啊，不累。啊，人一被体恤、被理解。 他的身心啊，愉悦、啊，解疲劳啊，啊，假如很辛苦了又不被理解、啊，哇，那心理负担很重了、啊。哦，所以这种无形的境叫啊，无形的气氛呢、啊，对于一个团体是非常重要的。啊、哦，所以有时候啊，看不到的。 比看得到的重要。可是我们人都着相了啊！举个例子，一个为政者，他要先注重那个看得到的钱，还是他要注重那个看不到的人民的信任呢？啊，一个国家是这样。 一个团体呢？这个团体是先看到他手上的钱，还是看到他整个团体啊、哦、人员对他的信心，还是看到了一个团体无形的向心力呢？哦，那这个就是一个领导者他的见地的问题了。 啊，所以子贡很会问问题呀、啊！啊，那孔子说：“足食、足兵、明信之矣啊！”啊，结果子贡很会发问、啊，老师啊，必不得已而去啊，于是三者何先呢、啊？啊，孔子说：“去兵。” 啊，然后子贡又问呢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是二者何先呢？何先呢？去食。哎，没有食物了，百姓会慢慢饿死。哎，只看得到的东西哦。可是夫子说：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这个在东汉时期呀、啊。” 有一位名将啊，啊，他们守在边关呢，啊，结果当时候匈奴大军压境啊，他们就极少极少的人呢、啊，但是跟老百姓团结在一起啊，没水喝啊，他们把他团团围住，不给他水喝，啊。他们喝什么呢？马。 大下来的粪便呢、啊，把它挤出水来喝啊，结果居然守了一年啊一年多的时间呢、啊，最后朝廷派军队来了，你看他证明啊，没得吃的，没水喝了，一个一个死掉啊，但是团结、啊、顶住啊，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呐、啊。 好，所以这个无形的重要啊，好，那我们这种互相体谅啊，设身处地啊，这无形的心境很重要啊。我们对孩子是这样，我们对一切人也要这样啊，不然就不是真心了。 啊，我曾经也遇过，有一位同仁跟我说啊：“啊，让我对孩子有有耐性，我做得到；对家长，我做不到。”我说：“你对孩子也是假的，真的不会变啊！” <laughs> 哦，用我们佛门的标准，会变的都不是真的，会变的都是生灭的。 哎，可是为什么你对孩子很有耐性？啊，因为孩子没有大人那么固执啊。哦，再来，你用的是爱真的心呢、啊，还不是真心哦。哦，所以《论语》里面有一句话：“爱之，欲其生。”哦。 物之欲其死哦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祸也。其实我们用的这个心呢、啊，是迷惑的心啊。为为什么曾经爱的死去活来，现在却要要他的命啊？现在很多男女感情出问题的例子很多、啊。 你说他当时爱他，那是真的，那是欲呀、啊。顺我们的意思的，我们就爱；不顺我们的意思，我们就讨厌他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情、情直情义、情绝。 所以佛门就是怕我们把那个“爱”字啊误解了所以他用慈悲，不用爱呀、啊。所以真正的爱，它是真心，没有变。会变的那不是真爱，那里面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情欲在里面。有情欲就有控制，哎。 他听我话了，我控制他，所以还还相安无事。哎，接着他不听你话了，你就很生气了。哦，所以很多父母啊，控制欲比较强的啊，孩子做什么你通通要把他控制住，连挑什么科系都要听你的啊。这样的孩子啊，等到他去读大学了。 他长期被你这样控制啊，他也很不舒服。每个孩子有他本来的天分，你要顺着他的天分培养，而不是要照着你一定要他怎么做的方向去走。好，哦，我曾经看一本书，哦，好像还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一个。 官员，然后说他教了三个孩子，三个孩子都是台大电机，好那诸位老师，你觉得他会会教孩子吗？三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，怎么读的科系都一样？ 那应该是三个孩子都能够顺着他的特质，然后去做他最喜、最欢喜做的，能够去服务社会的那个行业。那每每个孩子都很充实、很愉快呀。哦，好，所以情值那是有控制，那个付出是有条件的。 所以，我们修行啊，不能要道，不能要钱啊。付出放在心上了，就要人家回报了。啊，学的东西向外看了，就会见人家过了。哎，你怎么没做到？你怎么没做到？变成要道了，要情就是要给人家讨人情了。哦，这些心念呢、啊，我们都要放下。 我们才能真诚待人呢、啊。好，啊，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国风民安啊，我们可能下一个念头觉得都是那些当官的人的责任呢、啊。其实现在当官的人。 也要面对传统文化忽略好几代的人心、社会风气，他得去治理。其实现在官员的难度啊，不输给我们教书的人哦，他每天也得疲于奔命哦。 他他的官位越大，他的挑战越大。啊，所以这个时代啊，上下一心呢。啊，假如我们这个社区能把传统文化落实了，啊，这个社区啊，一起学习了五年、十年呢、啊。 没有一对夫妻离婚，你看当地的官员呢会不会关注这个地方啊？会不会来了解啊？这样的地方，大陆有啊，在山东青州，哦，有一个地方叫大福地哦。 那个社区那么多人住在那里、啊，这么多年下来没有一对夫妻离婚的，这个也告诉我们呢、啊：创业齐家，教学为先呢、啊。他们常常有这些课程熏习啊，这个我们当时候在庐江也有证实啊。本来离婚率很高啊，啊，我们去跟村民们交流，在村里面。 那几年没有一对夫妻离婚，所以真是人之初性本善啊，人是可以教的好的。所以我们的社区能够做起来，就为整个国家地区能够去落实传统文化，做的最好的正转，给上面力量啊！哎，这国风民安也跟我没有关系哟、哦。 啊，我们得从我做起啊！啊，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，从我家做起，从我社区做起，从我学校做起。我们这种菩提心、愿心啊，有可能一个学校真正做的非常好，会影响到那一个区哦。 甚至影响到那个城市哦，哦，那这个就功德无量了啊！所以国风民安、太平盛世、长治久安，都要从我心做起啊，从我家、我的团体来展现做起。好、啊，最后诸佛抱土，教学为先，极乐世界。 教学危险啊，我们也期许啊，我们自己的学会啊，尽忠道场啊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接引站啊，哦、让他到我们的团体就感受到，哎，有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味道，哎，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不远了、啊，好、哦，那。 这个佛菩萨很欢喜啊！啊，佛说此人真善有啊！啊，因为我们受持广度生死流啊，我们受持了无量寿经的教诲、啊，我们落实在我们的身心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道场里面，大众一来，欢喜了，哎，他相信，哎，佛法，哎，人家有做出来。 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说：“素生我刹，受安乐；啊，常运慈心，拔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呢。”现在的人都缺爱呀！啊，老师有爱心，啊，团体有爱心，真的是素生我刹，受安乐。 孩子的心，同修的心啊，安定下来。哎呀，善有为一啊，有这个依靠了大家不分彼此、啊，法眷属啊。其实法眷属的缘分呢、啊，可能过去生呢、啊、很多世劫来的，才可以修同一个当生成佛的法门啊。我们都珍惜呀、啊。 这些因缘，啊，来为人演说，好，啊，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